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海宽，在剧中饰演的是李哲。和自己最像的一点，先是喜欢音乐。然后，喜爱运动。把咱那后面那个点往这里一点点，往前来点吧。我带他松开了。好。那是必定起不来了，就躺下了。然后他是一个不太喜欢把想法就是外放的一个人啊，喜欢自己闷着，然后有什么想法和情绪愿意自我消化的一个人。嗯，然后相对来说我觉得他还是悲观的人。Kiss me and hurt me and hit me deep deep inside but don't fall in love with me。 是你让许仁仁过来跟我求情的吧？不要再悲伤了，然后不要彷徨了，你肯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然后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然后变得乐观起来，快乐起来。别来无恙。前方高能。